现在小朋友是很流行骑滑步车，也常常有冲关的比赛。但是若是第百年历史的中华自行车库来举办滑步车的冲关活动，是不是很趣味呢？中华市民生国小结合代替中华记步单，是共同来举办一场滑步车由自行车库的冲关活动，就吸引很多人做伙来参加。唔，那是趣味，佫较会当欣赏到中华铁道的水。小朋友骑着滑步车，在家长的陪同之下，一路冲向中华自行车库。看到火车头咧驶，大家是拢看甲嘴也开开。别撞我们！有没有看到火车？有。有。好玩，好好好玩。我家也有这种啊。你家也有这种火车哦？玩具。玩具的。三轮车库。你家也有，还是火车？然后我是扇形车库。扇形车库。我家有扇形车库那个火车。火车啊。彰化市民生国小为着要让小朋友有一个无同的司机体验，特别甲代替彰化机务单来合作，举办滑步车由神行车库的活动，吸引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做伙来参加，体验伫安全的巷弄内底耍滑步车，参观神行车库，并且伫个代替宿舍进行闯关游戏。啊，来认识神行车库，认识八项，啊，认识民生国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之旅。也感谢彰化市公所跟我们民生国小一起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小朋友认识我们彰化古都，啊，寓教于乐啊，在乐趣当中，我们也安排一些闯关活动，来让小朋友来闯关。这项活动因为报名人数仅30人，活动一开放报名就马上额满。在民生国小家长会热情支持之下，决定来扩大举办，增加到90个名额。有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会当创造一个属于亲子之间的美好回忆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。